出落长空，对镜贴画龙，你淡漠粉妆手留胭脂香，断崖掠过江丹映照成霜，数烟淡月幽闻，自归声声唱。洗干净了吗？洗干净了。进来。我来了。该怎么做，不用本后再说了吧？不用。来吧，侯爷。奇怪，今日他为何不抵触？苏黎，什么味道？那么难闻！哎呀，侯爷，要不要来尝一口？苏黎，本侯不是说过吗？不许你碰那些奇怪的东西。哎呀，侯爷，你只是说不让我喝大蒜茶，但你没说不让我用大蒜沐浴呀。来嘛，来尝一口。哎呀，侯爷，来尝尝嘛！不要害羞嘛，侯爷。侯爷，烫！一尝！来吧，本侯测过了，水温正好。怎么，难不成？还想要本侯亲自动手帮你洗？那你有本事你就动手啊！一百两银子都舍不得给我，还想洗我的血，太过分了！你以为我不敢？哼！啊！放开我！别动！你还想玩什么花样？本侯奉陪到底。侯爷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你能不能转过身去，不要看我洗澡？看你，本侯还不如看自己。给你半个时辰，洗干净了，换上本侯的衣服，到我书房来。哦，知道了。最后受伤的总是我，讨厌！这是什么反应？我穿男装丑到他了？侯爷，你怎么了？把手伸出来。啊！不洗肩膀啦！手伸出来。哦。这还得归功于你。自从上次你咬了本侯的手之后，本侯发现咬手比咬别的地方更痛。啊！所以就当是给你长个教训。都这么晚了，小白白啊一定还在批阅文书呢。萧侯爷日理万机，还是夫人考虑的周到啊，还给萧侯爷准备了宵夜呢。小白白呀，真需要个夫人来伺候，可惜小苏苏。你轻点，你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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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
别动！我的小小白。我都没咬你，你痛什么痛啊？哎呀，你别动！小苏苏啊，最近你和我们家小白白是不是相处得很好啊？好，特别好，夫人。小白白是个不解风情的人，你千万不要和他计较啊。萧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？我听小白白说，是你选择要做我们萧府的丫鬟，所以我也就没有强迫你承认这门亲事。啊，我问你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小白白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萧夫人，我对侯爷完全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啊！你在说什么？娘。我找苏黎还有事，我先带她走了。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和夫人说了那么多句，你指哪一句啊？就那句非分之想，怎么对本侯心存妄想，折辱你了？你抓疼我了。疼吗？疼，伤口虽疼，不及我心疼。但是，只有银子才能治愈我的伤痛。别晃了，看在你受伤的份上，本侯懒得跟你计较。起开，真是个阴晴不定的男人。侯爷叫我拿药给你，说是对你的伤有好处。受个伤，侯爷都惦记着，还让我亲自给你拿药，真不知道你使什么狐媚手段。哎呀，侯爷呢，他就是惦记着我，而且看这个药啊，它那么贵重，一定值不少钱吧？有些人啊，是羡慕不来的。不就是个药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依我看呀，还没有侯爷的头发丝值钱。他头发丝那么值钱，真的假的？哼，凭什么要告诉你？你不告诉我，自己打听去。哼。萧白燕，他不会把什么毒下在药里吧？